大家都知道，20年前蓝焰特勤成立，7年前，蓝焰特勤增至到6个班，而今天，蓝焰的第7班有可能进入蓝焰特勤的历史。今天在这里，有蓝焰特勤的老人，也有新鲜血液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在我的眼里， 资历永远不是重要的东西，在这里，抢险救援的能力才是你们唯一的生存法则，也是你们享受蓝焰特勤这4个字荣誉的根本。所以啊，小伙子们，你们要记住，蓝焰特勤的历史就掌握在你们手里。开始吧。A、B、C、D 4个区分别布置了2个假人，每个区域都有路标指引，必须到 C 区有深水无法通过，但是要到达 C 区，你们必须经过 B 区，这就意味着你们无路可走。20分钟，所有人必须撤离建筑，假人没有营救成功淘汰，超过时间淘汰。3分钟。 你们有3分钟协商战术，7班，集合！小心，队长！队长，7班已经准备完毕，等待救援考核。考核开始。是。计时开始，出发。 这个地方咱们这么久啊，柠檬，你在下面，这样撑着大家，让说说和冯哲踩着你上去。太姐，你跟我在外面接应，咱们要让叶班长看看咱们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。是。是。 之前我在虎场出生入死，总是本能的想从危险里跑出来。可现在我逐渐明白，要想救更多的人，让更少的人受伤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危险共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无所畏惧。 王一山，宝石，15分钟。今天7班的考核呀，通过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7班。 正式进入蓝焰特勤，耶！太好了！
哥几个，这个咱们得感谢咱们的李希成李班长啊，李班长，来，希成，好样的。 集合完毕，请班长检阅。报告班长，你说说表现突出，请班长夸奖。说好一人一句，你说三句了。班长，欢迎回来。想班长，班长，在你主演期间，我们大家本想去看你，但是我们没脸，只有通过考核，我们才有脸见你。哟，都在呢。哎。 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啊！没什么事，我们王班呢，买了点雪碧。一呢，是为了欢迎启恒归队；二来呢，是为了庆祝大家通过考核。<笑>来，别客气，自己拿啊，来。谢谢你们，王班长。太客气了啊！<笑>大家最近也都辛苦了。 来，都有都有。大家成为蓝燕正式的一员不容易，还要再接再厉。嗯，先拿着，来，请喝。哎呀，那就别愣着了，开始吧。 多浪费啊！<笑><笑>